大家好，我是丽慧老师，今天要教一首非常简单的曲子 Baby Shark， 只要右手会四个音，左手会四个音就完成咯。右手放在 Re 的位置，第二个音 Mi， 第三个音 So， 最后一个音升发，旋律一起数节奏哦，加上左手，左手放在低音 so 的位置，第二个音 do， 第三个音 mi， 最后一个音 re， 双手合起来 ，one two ready go。和弦，加上八度音。